笑，大仙不闹，莫不来，来把小关羽，异变引力加鹰眼，兄弟们学会我的旋转小木马。干嘛呢？炸！嘿，哈，哎，好起来！对他是疯狂普通攻击。No God！ 他肯定躲在那个草里面想搞我一波的。你别以为他不在草里面，他绝对在草里面，是不是？你怎么可能不在这个草呢？啊，以我元哥的经验来判断，看到没？是不是？老元哥了，兄弟们！那当然，我完全知道怎么克制一个元哥。大家也是看到我今天晚上玩过元哥，小小简单的拿捏了一下他，是吧？他已经不敢跟我秀了，他一看我就老关羽，他没有自尊了。然后呢？你的想法是怎么操作？你告诉我。然后呢？你是不是要移形换位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然后呢你？然后呢你？啊，我怎么找不动了？两个高地都推了，哇，他好快乐呀！结束了呀，这最后让我单杀一波马可，证明一下自己就可以了。我乖乖，什么顶不了床的，真是奇了个怪的。虎牙688，每晚7点半，咱们不见不散。